哎，你好，喂，喂，喂，今天有很多线，可能太紧张了打的，嗯。哦，喂，卢台长你好。哎，你好。我想问问那个79年的羊女的身上有没有灵性，身体要注意哪些方面？79年属羊的。女的。啊，肚子这里不好。嗯，是的，好像就是现在也已经有点不舒服。啊，肚子啊不好啊，嗯，明白了吗？哦，我知道了。还有啊，自己要当心啊，睡眠不好啊。嗯。要当心啊。嗯。那个，你想问什么？就是我就想问身体，就是要注意这个肚子和这个脖子有没有问题？有，脖子有，嗯。是吗？我觉得脖子有点疼。有点疼是靠那个发结那个地方。啊，对对对对对。对不对啊？就是这个地方。啊。那有没有灵性？要不要抄小房子？看看有没有灵性啊。啊，有灵性啊。是吗？还有，我顺便讲一下，嗯，千万开始要记住，那么从现在开始一直到阳农历的7月15，千万要当心，凡是要吵架的、要不开心的、家里要打、要骂的，或者跟同朋友啊关系不好的，全部要注意，因为现在马上要到鬼节了嘛，7月15，所以呢，很多鬼都放出来要债了，或者过回家回到阳间来问自己的亲人来看呐、啊，来弄啊，所以特别要好好的做功课，听到没有啊？嗯嗯。啊，千万不能说做不做的、嗯。有的时候我告诉你，7月15左右来了之后就把你带走都可能的，明白吗？嗯。如果这个人该命绝了，或者寿限差不多了，他的亲人看见他在人间也吃很多的苦，他就一下子就可以把他带走的，听得懂吗？嗯。啊。嗯。好吧。那台长，我想看这个羊就是在哪里，就是穿什么颜色的衣服比较好。这个羊是白羊啊。白羊。裤子可以穿黑一点的。哦。好吧。哦。自己要记住啊，不能吃了就睡啊。哦。啊，吃的现在比过去偏多一点了。嗯。啊，嗯，是的，啊，下腹部有点胖了，嗯嗯，啊，其实年轻的时候，哎，就是，我想看看，就是我改了名字，这个名字灵动性好不好？叫什么名字啊？就是改顺文之后的名字是吗？啊，侯宝林的侯，居委会的委，然后早晨的晨，上面没有那个日，侯伟成啊？对。嗯，你是个傻姑娘啊，嗯。是吗？嗯，你，我不知道你过去被人家骗过没有？如果你没有被人家骗过的话，你以后要被人家骗的。是吗？因为我挺善良，对别人都挺好的。对呀，啊，所以容易被人家骗。因为就是我朋友问我借钱，我也借了，不也有不还的，我不知道这个算不算。算了。哦，那我就没有让他还。啊，没让他还，那我告诉你了，你就是命根当中有很多被人家骗的东西啊。对对对，有的，我对别人很好，就是有就是被人骗是。你呀，啊，不单单钱呐，啊，感情也给人家骗过啊。是的，我先生现在对我不是太好，他一开始谈恋爱追求我的时候对我挺好，但是结婚之后对我不是。傻姑娘，这种话还要讲啊？哪个追求的时候还不好的话，那能结婚吗？嗯。明白了吗？要明白这个道理，要化解两个人的冤结。嗯。多念经啊，嗯，其实你年轻的时候挺漂亮的，嗯，明白了吗？我知道的。哎，哦，那台长，我再想问一下，那个就是，问一个问题，就是那个49年的，女的牛身上的灵性走了没有？49年的牛，嗯，念了20几章了。49年的牛是吧？对对对。属什么的？49年的牛，女的，就是身上的灵性走了没有？她自己抄了20几张小房子了。啊，灵性走掉了，这个人开始要走运了。是吗？开始走运了是吗？嗯，她挺好的。哦，好的好的。她就是叫她脾气不要太大。哦，叫她脾气不要太大，对吗？啊，叫她话要少。哦。有运气来的时候话太多会倒霉的。哦。明白了吗？我知道了。走气走得太厉害。哦。
好不好？好的好的，谢谢台长。啊，台长，就是前面你说我就是有灵性，要抄几张？79年的羊女的。有灵性的话，念个5张就可以了。哦，好的好的，谢谢台长。好，就这样。嗯，谢谢台长。啊，再见。哎，你好。喂。喂，你好，台长。你好，你说。麻烦您看一下1946年的狗。看看身体怎么样，看看身上有没有灵性，灵性怎么走掉。男的女的？女的。1946年属狗的。对。啊，还有灵性。啊，还有灵性。对。需要几张小房子呢？1、2、3、4、5、6、7张。哦，台长，麻烦您看一下，他脸上怎么回事？一直现在一直过敏这段时间，他口腔也不好，一直烂。哎呀，鱼啊鱼啊！啊、哦。鱼啊！哦哦哦！吃的活鱼啊，过去。哦。嗯。那需要念往生咒是不是？每天27遍多少、啊？往生咒每天念27遍。27遍。三个月。三个月。哦、嗯啊，他脸上呢是怎么回事？台长是灵性吗？还是怎么回事？脸上跟你说的就是灵性呀、啊。哦哦哦。就是那个鱼呀、啊。哦。嗯。嘴和脸都是一样的，就是。对对对。哦哦哦。嗯。他这段时间运程怎么样，台长？马马虎虎啊，嗯。哦。还是不顺的，嗯。还是不顺。嗯。他还需要当心什么呢？他哪个地方就是孽障比较多呢？孽障身上很多啊，他以后还生妇女病。哦。子宫肌瘤，腰不好。对对对，腰一直不好他。明白了吗？还有啊，他脚上都会长东西的。啊，对对对。当然，我说的不是长癌症，长东西是指的长鸡眼啊，或者脚上长烂脚，它烂脚，烂脚，对不对呀、啊？哎，你看看，看得很清楚的，图腾上清清楚楚啊。你们现在千万要记住，到了6月、7月的时候，多念心经啊。啊。智慧不开呀、啊！今天你看、啊，开始打进来几个听众，这个脑子开智慧都不开了。现在已经有身上有东西了，你听得懂吗？哦、啊。哎，已经出来了。昨天台长都看见了，你知道吗？哦、啊。下面都开始放人了。哦、啊。好了，说还有没有什么问题了？那台长再问你一个，就是亡人，李树林，木子李，大树的树，树林的林，李树林，他走20多年，看在哪里？是我爷爷。李树林啊。对。给他念过吗？没有。嗯，没有念过，投人了。投人了。嗯。啊。爷爷是个非，是你爷爷是吧？是。是个非常好的人。对对对对。啊，很乐意帮助人家的。对，他人特别好，从来没做过坏事。他你用不着担心的，我在人道看见他投人了，但是呢，他的头顶上就是很高的地方有一个菩萨护着他呢。真的啊，所以他就是做人，他头上都有菩萨的，就像我们。啊，他男的还是女的呢？哎呀，他怎么会女的呢？啥呀、啊？你不要讲了，你爷爷。一个问题，就是想问一下，就是把人抄到天上去之后呢？我要停下来还是继续抄？我不知道他在哪层天上吗？还继续抄吗？还是我停下来？哎，你们都不让台长讲话的，哎，真的是。你知道台长讲话很重要，我看到的东西我必须马上都讲完的。啊，我老打断，老打断，我的图腾收下来，我就不。我马上就会忘记的，你听得懂吗？啊，因为我不会把电话声音听得清楚。因为我不会把你们那些信息老存在脑子里的，你听得懂吗？啊，好好。否则我能存多少啊？你告诉我。好好好好。哎呀，我现在想不起来了，刚刚看的东西我现在记不起来了呀。
全被你打断了呀。你要记住台长看一次的话，我能讲多少，我把我看到的东西都告诉你们。你现在老打断老打断，今天都是这样，不知道为什么。哎呀，这个声音太弱，听不清楚。哎呀，真的要命了。好了，你现在说问什么吧。我就是我想问，就是抄到天上之后呢，我还要继续抄呢，我不知道它在哪层天上去，我要继续抄呢还是我停下来抄小房子？谁？你说谁？就是我不用抄，抄哪一个人，抄到天上之后呢，我停下来还是再不用继续抄了？抄到天上一般的很难再上去了。啊，就不用再继续抄了。就是有时候有一句话，就是抄到一定的时候，你到了天上之后，你想把它帮它抄成抄出三界，不在五行中就很难了。哦，明白了吗？哦，也就是说，你如果把一个兔子或者一个狗，你狂念经把它念到了做人了，可能就是到了人道，在农村里做一个种地的人或者一个工人，你很难把它超度超到什么做到中央首长了，或者做到什么干部了，或者做一个大财富的人，听得懂吗？哦，知道。这个如果他要做大财富或者有钱的人，他必须前世自己有修。哦。后人拖上去的话，一般只能拖到这个境界，而不能升得很高，听得懂吗？我以为就是继续抄，继续抄，他还继续往上走。很难呐、你举个例子，你把他保送到大学里，你想想看，他如果不好好，他过去没有好好的基础，你就算能够把他保送到大学里，你能让他一定读到博士生吗？哦，明白了吗？明白。你最多把他保送到大学，他不好好读书，说不定还会下来，还是中学、高中的水平。如果他要本来基础就很好，然后你再狂修，再给他拼命的超度，他有可能会到天的比较高层的天，明白了吗？好，明白了吗？好了，明白了。不是说靠我们人间拼命的把它塞，他自己不愿意吃，胃口不好，你能把它塞成个大胖子吗？塞进去他也不消化呀，你听得懂吗？懂。好了吗？好，谢谢您台长。好，再见，再见。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喂，哎，你好，卢太太，你好。哎，麻烦你帮我看看我的母亲，1936年属老鼠的。1936年属老鼠的。对，我妈妈。你听得见台长声音吗？听得见。啊，1936年属老鼠的。对。想问什么？首先看看他那个灵性走了没有？灵性还在。还在呀。头顶上。啊。头顶上。20多张了。因为这次你说是激活的灵性，怎么会这么厉害，还要念那么久？那你不要念了好了。我知道我会念，还要几张？你要念的呀，继续念下去。大概还要几张？5张。好的，我继续念。然后你看看他那个老鼠在什么地方，有没有关？老鼠在云上，好的不得了。真的？啊。那太好了。会飞呢。他没怎么关吧？现在几岁啊？他已74。没有，就有他的一个弟弟啊。他有一个弟弟，过世的弟弟有吗？或者哥哥？好像没有哎。你再想想看，什么叫好像？他有一个弟弟还活着呢，我的舅舅。哥哥呢？过。那这是你妈妈是吧？这是我妈妈。你看看还有男的过世的有吗？他爸爸过世了呀，就是我的外公。外公啊。嗯。那他自己先生过世了吗？就你爸爸呢？没有，还在是吧？嗯。我看看啊。好的。那么那个你爸爸的爸爸在不在啊？就爷爷。过世了，我的爷爷也过世了。我看上去不像你妈妈的爸爸，像你那个爸爸的爸爸。但是我爸爸的爸爸他已经，你帮我看过，在阿修罗。阿修罗吗？现在在他身上呀。真的？那不知道要债，我不知道为什么。阿修罗的人很报复心很强的。是吗？那我应该写小房子怎么写呢？就写他名字，或者不写他要经者都可以。就写我妈妈名字要经者。对。好的，那就是说，
哦，就是他念经什么都还可以吧？还可以，还可以，嗯。准经的他都念，啊，那个就那就行了，我帮他念。然后你帮我看一个过世的亡人好吗？啊，你说吧。龚长江，吉祥如意的祥，张祥明，明白的明。啊，这个人不行。你上次跟他看过，说是要投人了。现在已经念了160多章了。160多章在地府做官了，现在。真的啊。啊，蛮开心的。跑到地府做官去了。啊，蛮开心的。那还要抄多要抄多少章？你要跟他讲的，他不愿意走，我就没办法了。啊，行。你要请观世音菩萨让他走的。好的。求求观世音菩萨，看看行不行吧。哦、他现在过得挺开心的呢。真的。嗯，身上一片白的。哦，那是一片白色还可以。好啊，是男的是吧？对，是男的。我跟你说挺开心的，他很悠悠自得，他活着的时候就会很，就是 joy in self 的这种人，嗯，就是很能够自娱自乐的人，还会说说笑话，开开玩笑。他以前还会点武功武术的，教教别人什么。啊，我就跟你说的啊。哦。所以哦，难怪了，他学过这些东西的。因为他懂武术。哎呦，把他留在地府。专门帮人家治病的有。哎呦，把他留在地府了。哦，这样子啊。啊。那就很难抄上去是吗？看一看吧，至少说这100多章已经让他在下面已经不投人了，已经做官了嘛。这已经是进步了啊。啊，进步很多了。好的，那继续再抄人，他们家里都信。再跟着你的法门再去叫他们去好好学，叫他们好好学。好的。台长，我跟你们说，现在你们要记住，现在这个天时不是太好，所以要记住，要多帮助人家，而不是整天的自私自利为自己的时候了。对对对。如果大家都为自己的话，我告诉你的功德长不去的，就是你的功德不会增长很厉害的。嗯。你明白吗？要是台长整天的为自己的家人呢、啊，或者为东方台的一些听众，不为全世界的那些听众这么在为他们祈祷或者救他们的话，我的功力不会长得这么快，你听得懂吗？那肯定我知道。啊，你们都要学，就是要去救人家。对对对。单单就你们说的，终身就是我父母，把别人都当成自己的父母看待，发自内心去帮助别人，是吧？哎呀，我明白。这个是大，这个哎呀，你哎。大乘佛法。你能救多少啊？有的人你把他看成父母，他的本性，他的人的孽障已经升到了根本没有你没有办法去救他的时候。那这种人只能现在在这个时间内只能放弃了。我明白。现在好人只救好人不救坏人了，对对对，听得懂吗？我们都照你的意思做。啊，现在没有办法，如果你去救鬼的话，到地狱里去救，你救得了吗？对，没这个功力哦。你没有这个能力了。对对对。好吗？另外，罗太太，我有个很短的梦，请教你啊，因为我不知道要不要抄小房子。我梦见一个梦，我在香港的地铁站，毛泽东在我身边，跟我一起往楼梯上走。然后他跟我说，我发现我的身体是越来越好。我说是吗？然后我就挽住他的手臂，跟他一起往上走。我说毛泽东啊，我说我叫他毛主席。我说毛主席啊，我说我们两个认识好多年了，也没照过相。今天咱们拍张照留个相好吗？留个纪念。他说好啊。他说我先带你去铜锣湾吃饭。铜锣湾是香港的一个区啊。他说我先带你去吃饭，然后再拍照好吗？我说行。然后咱们就去搭地铁了，我就醒了。我就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听你说过梦见伟人是好事，但是他是过世的伟人呢？啊，一样是好事。哦，我告诉你，他有可能。哎呀，算了，不讲了。嗯，你讲呀，我很想听。不是啊，这个不能讲的，有些事不能讲，因为凡是参与到一些过去的事情，台长都不愿意讲，好吗？那以后有机会你到电台里来，我告诉你。好的，我单独给你问题。啊，我慢慢告诉你。刘先生，你告我一下，这个要不要抄小房子？什么？这个要不要给他抄小房子？啊，这个不一定要的。不用到，哦，不用。啊，好的，好的。好吗？谢谢你啊，卢先生。嗯，再见。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喂。好的，好的。喂。哎，陈长你好。哎，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一个34年属狗的女的，她看看她身上灵性走了没有？嗯，走掉了。走掉了。她想看看她那个关过了没有啊？他因为就是那个直肠癌动过手术的，还要把他的散灵念掉。啊，我现在21遍往生咒每天。散灵把他念掉，嗯。
啊，还没过是吧？嗯，差不多了，嗯。差不多，那他生日已经过了，没有什么大问题了，嗯。啊，但是要记住，生日的半年当中都要当心了。啊，生日以后半年。啊，以后半年当中，半年过了就没事了，嗯。啊，好吗？他说再看看我另一个牛，看我身上灵性有没有。啊，激活的有了。啊，激活的，嗯。有几张？一二三，四张。四张，好。好吗？好的，谢谢台长。啊，再见。再见。哎，你好。喂，你好，罗台长。啊，你好。嗯。你说。我想问一下，那个1975年属兔的。1975年属兔的。对。想问什么？我想问一下他的那个两个乳房，他怀孕好像有东西，我不知道是不是灵性方面的。75年属兔的是吧？对对。哎呀，有灵性了，有灵性了啊！已经会有感觉，有点痛痛的了。对对，因为他已经去检查了，是左面那个比较厉害一点。左面比较厉害。啊。哦，那他现在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呢？有炎症了，还有灵性。哦。嗯。那需要多少张小房子呢？6张到7张。6张到7张。啊。然后给药精者就可以了。啊，能不能少吃点活的海鲜呢？他已经不吃了啊。嗯，那过去的可能啊，海鲜是吗？啊，还有就是我看一下啊，嗯，啊，有些是孽障激活的。嗯，我不知道怎么会这样的啊。哦。嗯，好的，那6张到7张是吗？对啊，那没有什么大问题吧？没有，没有什么大问题啊。要记住，嗯，有些话台长不便在这里讲，嗯，就是说自己要节制一点，很多事情都要当心一点。听不懂了，那不讲了，算了。哦，那是我姐姐。啊，是你姐姐。对。除了念经之外，嗯，跟异性接触要特别当心。Oh, 身上有不好的气场，听得懂吗？气场不好，异性。哎呀，小姑娘听不懂啊，算了，和晚上10点钟听重播，之后再回想一想吧。哦，好的。好吗？好的。啊。嗯。然后那个卢台长，我还想请问一个亡人，可以吗？啊，你说。姓马。叫马什么？振兴的振，国家的国。马振国。对。男的是吧？男的。什么时候死的？2000年。哎呀，生恶病死的。对，他那个心脏病突发。突发的。对。嗯。马振国。啊，还在地府呢。地府还需要多少张？嗯，才可以。21张，先试试看吧。啊。21张念完之后，赶紧打电话给台长，尽量打进来，因为要是念了21张一个关的话，过不去的话，说不定就投人了。哦。如果你想把它抄到天上去的话，你赶快要打进电话来的。哦，那我要是打不进的话，我是不是继续念？继续念，你21就这么加上去嘛，42嘛，就这么加。那通常他念完21张多少天之内他不会去投人呢？现在没说他投人，一般的你把他就是21张念完之后，如果他一般的只是一两个月当中，有可能就会投人了。一月到两月，然后再加多21张。对对对，你自己看吧，好吗？好的好的，谢谢陆台长。啊，再见，谢谢，拜拜。嗯。好，今天因为是星期六啊，台长稍微多看几个。哎，你好。哎，你好，你好。哎，你说。喂。啊，你说。哦，台长你好。啊。哎，我是62年的虎。想问什么？你看看我身上有没有孽障，还有没有灵性？62年的老虎，脖子这里有孽障。脖子这里啊？胸口这里有灵性。胸口啊？哦，大概心脏是不是很好？对了。对对对。明白了吗？对，脖子有孽障，心还有什么地方吗？还有吗？就是脚啊。关节不好啊，关节腰上面怎么样？腰也不好，还有痔疮。哎，对对对对对，明白了吗？因为我有点便秘的。对了。
很厉害的，不是一点点的。对，经常坐在马桶上出不来啊。嗯，明白了吗？嗯，对。我告诉你，你自己要记住，孽障灵性都很多啊。哦，哎，对啊。修心还不够。嗯，因为我刚刚开始认识知道你这个，哦、跟着你学啊，那太时间太短了。嗯，对，多抓紧时间啊。哦，好的。还有就是你帮我看一下我这个壶在什么地方哦。不好。哦。在平阳，人家说老虎就是在像这种小山坡一样的。哦。不在山上的，不行的。哦，不在山上。嗯、哦。那么，就是要念什么经呢？现在。现在要多念准提神咒，多念大悲咒。哦，准提神咒、大悲咒，嗯。好吗？因为我现在而且运气也不好。对了，你会倒霉的，身体也不好，你知道吗？身体。所以你找工作也麻烦。对哦。明白了吗？那么我，哎呦，我不知道，我现在，应该小房子我已经念了，因为我打过胎，我不知道这个已经走了没有。啊，再给你看一个。当了啊。给你看看孩子走了没走就可以了。啊、好的。你赶快告诉我你属什么？属老虎，62年的老虎。62年老虎啊？嗯。啊，小孩子没走。没走啊？啊，难怪倒霉了。哦。有两个好像是。还有两个，我可能应该有三个，我大概走掉一个啊。啊，走掉一个，还有两个呢。哦，那台长怎么知道你有三个的？我怎么知道还有两个没走的？就是啊。明白了吗？看到了就是看到了。那么两还有两个，两个在哪里呢？肚子这里啊，一个在腰上，一个在肚子上。哦，一个在腰上。好了，不要问了 ，OK。哦，好。那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好了，不能再看了。看看我的儿子。你问了太多了，不能再看了。就一个人了，我现在。哦，我儿子。你们每个人都这么自私，就知道自己的事儿。因为我第一次打通，我从来都没有过，刚刚开始。你的声音好像经常打通了吗？没有，我才跟你念经才念了几个两三个礼拜。是吧？嗯。儿子，赶快说啊！儿子是九七年的那个牛。97年属牛的。嗯。想看什么？赶快讲。身体好不好？身体不好。对啊，最近经常生病。经常不好，而且身体，人家说的本身的自己的身体素质在下降。哦。经常会伤风感冒啦。对啊。明白了吗？哦。他的肚子这里开始的毛病是在肚子这里。哦。要叫他注意保暖。哦。还有其他的灵性，听得懂吗？哦，有灵性吗？好吗？哦，有灵性在哪里啊？有灵性啊，在他肚子这里。哦，好不好？要不要帮他念经？要。哦。好了，你有什么问题打电话到我们那个秘书处过来。哦、好的。好吧。谢谢你啊、哦，谢谢你、啊，再见、哦，再见，拜拜。嗯。好，再最后看一个吧。啊，嗨，你好。哎，你好，台长。哎，你好。哎，帮忙看一下一个48年属鼠的女的，她看了一下她的身体。48年属老鼠的女的。对。肚子啊腿啊心脏啊这个外表这一团全是黑的都不大好、哦、里边这圈还可以哦他一直在念那个礼佛大忏悔文不知道像孽障消得多不多哈还可以啊、现在消得不是太多、嗯、那台长帮他调一下经吧他现在每天念心经7遍大悲咒7遍礼佛大忏悔文7遍、解结咒21遍观音灵感真言21遍、还有准提神咒有时候念一些还可以大悲咒都这个三个都7遍再叫他念49遍准提神咒就可以了49遍准提神咒是吧、那个观音灵感真言还要继续念哈对、也是念21遍就好了对好，那就继续念下去。好好念吧，啊。哦，他那个身上还有没有灵性啊？现在身上没有。没有了。啊，你叫他的肠胃要当心啊。肠胃哈。啊，肠胃不好。那个是不是肝的地方呢？他有地方肝。对。
哦哦。吃东西啊，要当心啊，不能再吃海鲜了。不能再吃海鲜，他没有吃海鲜。没吃海鲜，但是他吃很多胆固醇高的东西。哦哦哦。嗯。那就小便会越来越不好。哦，小便。嗯，好吧。那如果是消孽障的话，应该先消哪个部位哈？就是。先消到前列腺吧。前列腺。好吗？哦，好的，好了。另外，台长帮忙再看一下那个2010年属老虎的，看我要帮他念什么经好，男的。哎呀，不看了，你们如果都是每一个人今天都是，哦，哎，真的是每一个人问很多，嗯，啊，那行，算了，今天不看了，好吧？那就好啊，没事，好，啊，谢谢台长啊，好，再见，嗯，好，再见。